不见得都是喜欢我的。吃瓜群众2100万，这2100万人啊，最近是嗷嗷待哺啊，如饥似渴的想知道在座各位的这点料啊。那么呢，你要想让我不报呢，我觉得也是有商量的。嗯，不是什么事儿都是有商量啊，这个可以交换。我听说呢，我们国庆档有6部电影要上，在9月30号好像前后一块上，有这个，有我们芳华，有这个成龙大哥的《英伦对决》，还有这个麻花的《羞羞的铁拳》，还有邓超，邓超来了吗？还有邓超的这个《城市之光》。